不如等一下再重温喽。哎呦，你好，张班长，快好起来！你看那个阿姨，你看那个漂亮阿姨跟你。我跟他妈都上班嘛，他那个谁，他外公外婆把他送过去的，他第一天就哭了十来分钟，那他外婆就走了，后来那老师说都挺好的，融入度啊，第二天我在院面上学，愿意，今天呢就可能穿上这个衣服，我也不看到很多很多的这种小伙伴都这样了，可当时可能有点场面太大了。我们要不就等一下再重临喽。哎呦，你好，张班长，快好起来！你看那个阿姨，你看那个。